大家好，我是乔老师。我有很多学员呢，起初都为结束得太早而感到困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教大家5招日常保健的方法。首先，第一，不要频繁地用手；第二，加强体育锻炼，提高身体素质，每天20个深蹲对那方面有帮助；第三，放松心情，紧张会让自己表现得更不好；第四，和伴侣要加强沟通。第五，多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，建立良好的性认知。你 get 到了吗？